现在要告诉大家慢波炮的使用量。那如果你是短头发的话，其实切记，因为我们的慢波炮用量其实只要一个乒乓球大小就可以了。它内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E， 它可以让你的头发有光泽，而且它是浓缩度的泡沫慕斯。所以呢，你在使用的量只要短头发一颗乒乓球。这个是短头发的量，如果你是中长发的话，那我们就一颗半的乒乓球。这个是中长发的量，如果你是长头发，发量比较多的人，那你就可以用两颗半的乒乓球。这个是长头发的使用量，那我们再来看它的浓稠度，它其实是非常绵密的，所以记得一定不要使用太多的量，它并不是像一般的慕斯，内含有太多的酒精，很快就会被挥发掉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慢波泡，拥有很多维他命 E， 还有绵密的泡沫慕斯。